但我觉得他讲的跟他的女儿讲说，男朋友绝对不要少交，要了解认清楚你才知道选什么样选择。他说你要交男朋友一定要三件事情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本性是什么样。第一个，你要把他灌醉，你要看他喝完酒之后的酒品。第二个呢，你要跟他打麻将，你要看他的牌品。第三个呢，你要坐他开的车，你要看他开车子的时候的人品。他说这三件事情可以检验一个人的真实的品性。你是真的牌品如人品是一样的。可但是你要得常玩，一次看不出来。对对对。